家里有一些事情了，有状况，所以先回去这样。好，不是不是这样，不是，不要在我面前打，太可怕了。这是没教养。这样蝴蝶，你叫得很像少女哎。It's you, it's me。有人要买咖啡吗？哇，好多，那咖啡客满的啦。会不会是代班，然后生意更好？每周日晚间八点，欢迎光临，等你来加一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